要破塔，他们塔都在。给我护甲的钱，这凉冰符太干了。 席卷牺牲品，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！我听见啜泣声，就是他了，吓死你！ 我给你打盾，永远不够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夜眼建筑全面加固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马上开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敌方中塔已被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琳达这样一起打吧，我感觉反正我走进来了。 一起打，一起打！他们两个，蓝猫打个盾，我BKB了。哎，怎么滚走了？怎么滚走了？哎，我操！哎，我操！别上了吧！ 刺你正好刺到我了，然后接了个女王大波。哎，土猫哥，这个针线给你，我要买个1200，充充点手机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敌方下塔已被摧毁。 这凉冰符干了，你级比我还高。是时候掏出你的内脏了。是。远古被封了，有针眼吗？帮我把。不中带钱。这样被怎么了？在哪？ 那人能行吗？应该太多了吧，拿不掉，死保就好像就难了。应该能吧？是时候掏出你的内脏了。死吧！黑皇杖，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！有钱烧了。 充电声，这波兵他摊的，快充快充！充嘛，怎么不充啊？他那有眼睛的。现在。我听见啜泣声。他先撤一下，我们这边没一塔的，蓝猫过不来了。席卷牺牲品。哎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走啊走啊。 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这是不是能打了？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哎，蓝猫过来。都是你，我极力下不去。 我离开了这充满恐惧。啊，平 A 出人头。好的。还好哥反应快。
是时候掏出你的内脏了。可以。巨魔准备开大。你建议要不要？一秒一秒。开。再快点。没状态。是。痛苦永远不够。我听见啜泣声，此路是我开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，该喝点什么了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，能幸免。这凉冰斧太干了，席卷牺牲品。我先坐推队救人吧，他们现在一仗感觉没命，先升这点装备。他有 BKB 可以出人。朝大屠杀迈进，他们会后悔那天的。狂拳乱打，打！哎，这帮藏下！哎，我接受你的死亡。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你直接拉嘛，你直接拉他打不到我的。可以打，我拉了。你拉太慢了。我引刀冲到球队啊。接受没当。今天炸弹人玩多了，反应慢了。你刚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可以先踢了。我为什么补那波兵？我就是想你能拉我，不然我不会去补那波兵的，我直接钻野了。是。三倍火力。残杀。这什么时候打的？蠢！没有人气啊！鲜血喷溅！他们现在也怕我们来抓他们的。这杀来杀去我们随便打。寒冰剑圣第一件 BKB 时间越来越少。他没有，他出的狂战，已经有了。这回抓了，别抓了，后面有人，走，别抓，就不能抓。都在。哎，开 BKB， 看我一个幻象把 BKB 开了。我也得抓了，我稍微把 A 张抄出来就赢了。我的杠斧饿死了。其他人在哪儿？快点，再快点！我操！他们可能打住呢。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我准备冲剑圣。朝大屠杀迈进。1500里，这里。开大，巨魔。没看到。多少跟不上了？我的。让他去。你第一时间就直接大，别让他把 F 开出来，我一个大招他死了。
别教我，我会的。我听见啜泣声，无人能幸免。啊！指甲味美好，席卷牺牲品。你断网还能玩吗？开个玩笑。此路是我开。应该还有20分钟吧。能打完就打完。吓死你！哎，刚刚他沉默开大了吧？沉默没有，人马开。我要杀你！那被傻逼。沉默刚刚开大了吗？没我的钢斧该喝掉，为我的战斧吧！痛苦永远不够。你可以召唤去肉山去看一下，这估计快杀了。没有，没杀，没杀。好的，我怪就在这边。这你也敢去啊？我准备好。开大了，弄死你！我要剥下你的丑脸。此路是我开。沉默没大可以打。上路有人。吓死你。等我到，等我到。我能砍晕你就别吹了。无人能幸免。啊！我打差一点 CD， 他怎么一个花式？花式送。还有狂躁，我的哥，两个还在一起。妈的，这家伙装备比我快了。哎，这波他们坚守没到、啊。秒把这个 BKB 开出去了。这波可以的。可以上了，上了。我的名字叫名字。这个 BKB 出击了。对 ，BKB 和大招都没有。棒子，棒子。哈哈。过来。可以打盾了。打盾啊。痛苦永远不够。哎，土猫哥，你是不是真的要到11点才会断，就会断网啊？10点半左右吧。我感觉是吧？那有的拖啊。亮一下刀，可以。打他！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抓不到我！肉山已被夜眼军团击杀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血沫涌出，应该有眼的，还是走吧。我的钢斧该喝点什么了？哈哈！仇恨让我兴奋，席卷牺牲品。这里羊可以秒剑圣啊，羊追杀直接把 A 救不了的。我要杀的。可以可以，现在我们开始抓人了，我马上 BKB。这两兵符太干了，是时候掏出你的内脏了。500块钱，400块钱 A 账。东西先给我吧，好不好？是。你等我一下，还差200。我听见啜泣声。马推推。朝大屠杀迈进。你被拒捕了，对，他们
会后悔那天的。可以看。鲜血喷溅。这血送给你了吧。哦，加我挂件那个，我把挂件那个。就是他。过来过来。经常在上，经常在上。我放下他，需要支援。能冲吗？冲这个剑圣，他踢上来了。吓死！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晕锤。等我，我大了你再，我 OK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哎，怎么哥，我们两个开悟过去。哎，啊、不用推推推，不用开悟了，推。七十多秒，刚买的晕锤，应该买不过。这里有回复。我有 A 状弹，我有 A 状弹。哎，可以留人，可以留人。跳过来的。他们会后悔那天的。是你的吗？先生买了，够一波，隔壁也买了，买了两个，我还有那个，还有 BKB。先生有大，先生有大，我还有羊，有羊可以搞。QB 什么技能都有啊，他什么技能都没用。这什么还是？啊，这有眼。啊，有盾，有盾可以打。永远不告。哎，不打了吗？算了，那算了，那算了。我有大招。是。有个棒子，不打算了。没第一时间开出引刀了。再快点儿！我听见啜泣声。拿东西去了。这不应该走。是时候掏出你的内脏了。现在可以来找他们打了，先生打招 CD。哎，同学哥把这做一下。好大屠杀迈进。无人能幸免。痛苦。他们买活，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开一波雾啊？我雾很多倍。可以开。可以开。安置巨石。到时候再说。那我们中路吧，我们线很好的，刚刚。我听见啜泣声。我也有，你们三个开。靠你先手秒羊。你应得的。我的钢斧该喝点什么了？蓝猫，你走前面吧。无人能幸免。你看见我了？哎，刚还在打。有个沉默大，有个人马大，小心点。哎。刷新了，操！妈的，走！下来！好好好好，刷新大没法打。什么刷新大？关键是被他们先手了。要先秒沉默了。看不到人啊，他们能看到我吗？找不到啊！啊，傻逼一样，干死他！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哎，别冲，别冲了，兄弟！剑圣还有大，注意点。我方上塔需要。放了吗？忘了找我了。啊，别说出差一点，没抓着，都没到。能不能冲一下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人有点多啊，太多。没大可以秒。这凉冰斧太干了。此路是我开。
人在哪？哈哈，这一就是愉悦感。还打吗？还打吗？我到了。装备上，不然走，有经验的。仇恨让我兴奋。你们在哪儿啊？好了，这真可以打，完全可以打。哎，蓝猫直接飞死了。王权乱打，我下去。哎，我他妈闪。好，那是。这两个都买不了了。妈了个逼！中推，买不了中推。就下路推吧，兵线来了。可以吧？我有双倍，但双倍不到时间、啊。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刚飞女王就杀不了剑圣。不是，我刚是讲一两个的，结果。打死他们！快点！敌方下路已被摧毁。就他们不是？对。琳娜，你去把中线带一下吧。吓死你！可以养的。可以两路的。哎，你回去吧，我来。天辉剑，给我留个兵让我冲，我的哥。我要复活。哎，出哪来了？出中路了。敌方下塔已被摧毁。这块英雄上面。快点死！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敌方下路没戏啊！我就上路带线了。我操，三路没戏啊！两路。三路过分了吧？两路吧。我的钢斧，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你阳了就干。怎么打了？奶婆。哎，就留了。哎，队长，我的队伍。这样的话，这下就可以干了。一波击败。敌方中路兵营与敌方中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战争中，所有人大翻盘啊！军事吧，一直。我惨了点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咬羊他。没羊。哎，他开 PKB 了。他想全部。我有绿障。他好像不是很厉害。我有绿障。还有个大的。没死。沉默应该没有刷新到，他应该没到了。我觉得我走了，反正没什么捞的了，没什么捞的。超大屠杀。我上路退了。哎，我出个兵。谢谢你。这抓了，九成。哦，好的。你的召唤物，我们是3v3，42秒打的。这还有个回复啊，快去吃。是。打了，永远不够。后面这没做什么事啊，就买一眼就赢了。哎，这个瓶子送给你啊，满的。哎，九神，我刚刚把我的好友清了一下，这就是我好友版的。你平时把好友全删了，然后加九神一个人。为了加九神，什么事情都加了。加了，有了吗？打完再看吧，现在要稳一点。被夜夜熏了，还是要稳一点。我准备稳一点，稳一点。立功了，把他们两个给杀掉了。对啊。刚那波肯定可以打，那剑圣是打一波的。我要杀了你。这波他们就有买了，有可能要出来打的。此路是我开。我有盾有奶。这波我很强。我也挺强。好，开始玩吧。还是白柳去卖吧，白柳比较肉。我有绿杖可以救你们了，剑圣如果斩你们的话。钢斧该喝了。我有虚灵啊，不喝了。我听见啜泣。蓝猫龙滚吧。算了。我的大斧已经饥渴难耐了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。沉默大有可能还没好吧？他就一个大。对。无人能幸免。这分身假的吧？真的哎，踩到了。不
长剧。现在我准备好了。喜欢看这一仗。哎，冲一波啊，就一个人啊，冲一波，冲一波。就一个女王啊。走，确定他在里面吗？我是这儿了，现在我准备好了。白油哥，白油哥。哎呦，死路是我开的。啊！是的，非常感谢纯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哎，跟酒神当队友没输过。敌方上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操，这帮除了 Oh my God， 我这帮打的有点鱼啊！除了 Oh my God， 那是老鼠的问题。那绝对是老鼠。将出动超级士兵。好的。379。实力唐英，不能完全说我是混吧，最后一波还是有点用的。我们赢就赢在一波，那一波我说能打，的确能打。观战中，这么想让我们开黑，我看一看，看他来不来。那开黑吧，再拉几个。老鼠呢？吃宵夜去了吧，挂在这边。老鼠好像下了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拉了三个打天梯的时候认识的。我怎么又不是男人啊？就是弹幕要求打破了我的连胜节奏。哎，开直播第一天掉了250分，掉到5100多少，然后后面几天慢慢打回来一点，感觉这个单排还是挺需要认真的，不认真真的是把把输，要状态好然后再认真打。
天愚人节啊。昨天晚上说的就是这场，没直播，不是这场，我昨天打了不少场，多少人？啊，就是这场，这场就是他那个，他说这个人玩的 TA 嘛。夜眼下路兵营已被摧毁，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。这个巨魔是被发条打蠢了，发条加谁啊？发条加全能。好像也挺脏的，发条加全能。原来是这样杀人。给你点小建议，给我一直躺在那儿，不然见你一回杀一回。还一发导弹，还磨免。哼，走吧。哎，这发导要死了。这都没死。现在几点了？杀戮是杀戮的终点。这个组合也挺脏的啊。八条加全能，巨魔被打得不会玩了。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。我发现这个时候很多组合都很厉害，不光是僵尸、僵尸斧王这种传统猎兽组合，像刚刚我们那盘那个猎兽组合也挺厉害的，剑圣也被压了。然后他什么人马沉默，刚才烈士路什么夜眼上塔，白牛加丽娜，这局发条加全能，这种打传统的这种什么巨魔啊什么都挺好打的。剑圣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，是手班主被杀了。夜眼中塔已被摧毁，不合适吧？伤人！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。明天要去公司了，晚上有一个轻轨的 CEO 会。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，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。
到了什么？这剑上怎么甩？反补成功。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。快到了。冷神节日快乐啊！真久了。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刚刚跟大家说你长得像古天乐来着。我长得像古天乐？古天乐不戴眼镜吗？是是，白版的白版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。天乐是什么鬼？杨过，请挑选英雄。这是因为我在哔哩哔哩采访说冷冷长得像范冰冰，冷冷强行说我长得像古天乐。是不是可以随机了？玩一个，还剩十秒，树精卫士，请挑选英雄。哎，这个不错，就玩它了。冥魂大帝，这局输了可能要扣很多分，因为我们这个分数差了400分，差400分，赢了5分，输了45分。这是组牌，组牌分大家就无所谓，就随机了。你就选个 carry 嘛，或者中单。哎，就说我们这两个配合厉害，一锤一诅咒不就死了吗？可以啊，敢死队来个稳点的吧，这盘要扣40多分了。扣完分以后，冷冷不跟我开黑了。拿个沙发吧。沙发沙发，我看行。我蓝猫也可以，对面没空啊。啊，蓝猫不错。或者虚空也行啊，那个古法中嘛，古法打战也挺二的。虚空或者
巨魔火枪服啊，最后还是忍着了。听我号令，请做好开战准备。要不我们去钢三吧，怎么样？可以可以，钢三走走走走走。我上路可以随便单。感觉212好一点吧，钢三还不是好。他们都是短手，钢三可刚啊。嗯，五言而喻，胜利在望啊。谁是这里的王者？就算我是吓唬人又如何？稳操胜券。30秒后战斗开始。冥魂无处不在，听你一言，这是你的光荣。征战号角响彻全场，这是我的灵魂大帝。这看能不能蹲一个，蹲一个，蹲一个。冥魂们，你们的大帝在此。啊！维奇觉得谁杀不死啊？哎，来个人！我走太慢了。哎，这可以啊！这来的好，哎，还有王野人吧？我操！他不来也能杀。挡着我了。我操，这护啊加好多攻。听你建议。机智的我还是留了一发 C， 我操。还不遵旨。哎，这大树的鞋子我没鞋子。啊，我买个鞋带过去啊，这边有兵。可以可以，抓紧抓紧。嗯，补兵就行了。补到了。把他打成智障，把这战将打成智障。给我跪下。休想指使我！反无论如何，他那个大树没有给他套护甲，你发现没有？让我们拿不了血。他学的好像是加血吧？随意吧。我口是蓄势待发。哎呦，爽！他学的是加血，学的是 T。这防学的好，打野都没法打了。啊，对，提醒，好久没玩这东西了。冥魂们，你们的大帝在此。我补不了兵了，你们补，我补给一下。反驳！我总是蓄势待发。可疑的举动。走，游走去。听你一言。那两个人呢？空服去了，蹲他。我买鞋子。谁是这里的王者？符已经被吃掉了，符被吃掉，他去中了，巨魔逃了。休想指使我！把这符王杀下去，我们走吧。走走走，杀！我两个锤。拜见冥魂。我有第二发锤。滚开！别砍他，别砍他，我先迂回一下。那是。这是你的光怎么？啊？死了吗？并没有。啊？我被他打死了！我操！啊？哎，这佛王没死吗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中心。我的下一次加冕。哎，死了。开始战争。哎，没送到钱。本场观览结束。听我好命。啊，他们怎么这么多人？哎，我漏了好多兵啊。这两坨肉。我无处不在。一决胜负。又要漏了。漏兵狂魔。你挡着我了。
建议不错，就算我是吓唬人又如何？国王起驾，我的疆土在扩张。啊，空了啊！冥魂无处不藏。兄弟，不是。没事没事，遗产买好了。听你建议。神符。哎，好像不会死啊。无论如何。就兄弟们，过分了，我靠！无论如何，给个视野，我能锤到。冥魂无处不在，将你爆掉。服从。哎，我T恤白买了。举国感谢你的地方，跪下。哎，又要烙饼！哎，我靠！好虚，就算我是吓唬人又如何？琐碎的供奉，我无处不在。喂，拜见冥魂，杀光他们！这护腕前期是简直无敌了。快拜见大帝！又加攻又加血，这什么鬼？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光荣，天瑞，我乃大帝，不论过去还是未来，我总是蓄势待发。来，一决高下。还有血攻。给我屈服！听你一言。那老，要不你来下路单，我去边上打野。可疑的举动！不要，怎么下路这样？我打野挺爽的。国王起驾。不是因为我老漏刀，我不想补兵了。你这在意这些细节？哈，很在意啊。不要怕，我不会来了。现在这才是大地的游戏。听你，他往我这跑了。我哎，给个支援。谁是这里的？这野都被封掉了。意见一致。好像我看机智的骷髅王都是留点的，冥魂们，感觉自己要用大的时候再加大。建议不错。哦，在干嘛？休想支持我！没蓝了，没蓝了。你挡着我了。谁敢看冥魂一眼？你是我的臣民，听我号令。听你建议，他下来了。谁是这里的王者？这是你的光荣。锤大锤大锤大锤了。防在后面，防在后面。没事，我有大。不怕不怕，就杀那个，别管我。还有拳吗？有啊，我属性很多的。哇，凶残。说。简直也让他，我操。你挡着我了。你是王国的功臣，不亏啊！那我不去打野了。快点上钩！啊，买个秘法吧。跪下。来，九神来，给你个秘法。建议不错。
超级魔弹啊，可疑的举动，走走走，我来支援了，给我去补，小心冥魂们，你们的大帝在此，帝王之力，拜见冥魂。够，出发。假。谁进来？好恐怖！那在上，在上，走路随便玩。我总是蓄势待发。秘法秘法。稳。冥魂无处不在。开始战争的蹂躏。他五级装的好像。他装的好像。国王起驾。哎。他想干嘛？给视野。休想之人！哎呦，你搞大了！他减速了，他减速了。哎！保持了这个。听你一言。等等，再等等。听命于我。里面个残血的。下手已经很轻。我觉得我可以走了。一致。跑跑跑！全都归我！给你们个秘法，我回家。你挡着我了。无论如何，一张太刀吧。跪下！没出圆盾，感觉自己脆脆的。你在害怕什么？拜见冥魂，快拜见大帝！我发现骷髅王这个吸血是不可以吸车子的血的，来，吸血连击就可以。可疑的举动，你是我的臣民。哎呦，天辉建筑全面压制光荣，你狗蛋，全都给我，冥魂无处不在，敌方下塔已被摧毁，国王起驾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意见一致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给我驱逐，休想指使我，急速神符，谁敢看冥魂一眼，建议不错，就算我是吓唬人，他不会走了吧？我不踢了，不踢了。阿拉，在我的刀，开始战争的蹂躏。他果然走了。光镜要什么？你这个东西把我卡住了。无处不在。他们在海里照灭，还不遵旨。切臂章，切臂章 ，nice！ 灵魂们，你们的大地在。这怎么着？要不要帮你开个大？死不了，死不了！不用帮我开大，我感觉我能走。这里，再给我单。臂章，臂章。毙了，毙了 ！nice 啊，九十次操作。他跑比我快。谁是这里的王者？他跑得比我快，他这边走，我要去他这边走。我给你秘法，下能回头锤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再升一级锤。可以反杀。武器全都爆掉。武
不是不能打。反杀 ，nice，nice。Nice 这次真走了，操！没打着 CD， 好虚。跪下。这可以啊，八个助攻了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，这是你的光荣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，敌方上塔已被摧毁。刚才其实我那个操作有点问题，我跟那个小棍子卡位了，应该走近一点再吹的。我的大佬顶出来了。谁是这里的王者？搞吧，跳吧，就是。再搞。我无处不在。顶不动。休想指使我！冥魂们，你们的大帝在此。意见一致。你好啊，又是我。拜见冥魂。啊？你大刀。减速了，减速了。输血，输血。啊？哎，我刚刚开臂章了。开始战争的蹂躏。啊，这有点过分了吧，同学？他秀你啊！操，有点不能忍了。真能忍。这两个兵给我，我 TP 回去买跳刀。可以可以。先走一波。我靠！哎，我靠！跳刀黑了黑了！哎，你把我兵抢了，没跳了。我靠！这草不管了。啊！我的跳刀，那个兵给我，我就跳了。操！这火枪我有点忍不了了。我不能忍，我不能忍。猫脸怪皮。怼他！我来了。哎呦！好像稍微刷一下，节奏有点不是特别好了。哎，还有跳 C 没？你跳 C 一个爆他死了。强杀强杀！哎，我的智力了，好远。哎呦，我跟着他的智力了。哎，我操，这个。哎，这个直接。倾家荡产买。T 了，有了。倾家荡产买跳刀了。宝宝，跳跳跳跳跳了。差点，怎么这么多鬼？我来了！啊！这我不把他杀了！救命！救不了，救不了，必须杀！还没有救他！哎妈的！你挡着我了！走错路了！哎！哎，他还在笑。灵魂无处不在。哎，这没办法，这哎不是我人头。下塔需要支援。可惜。谁是这里的王者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想补一个补刀符了。杀光他们！我就是这么屌。为了充实宝库，听你建议。无论如何，听我号令。啊，九神九神。啊？来带一个，带一个。你觉得真的要带我去干个吗？你再好好调查一下我的状态。我信你啊！我不信我，我不信我自己。服从冥魂大帝的统治。没事，我去开过去擦个眼，擦个眼。快给我行礼！来了巨人了！什么鬼？哇！他在这边隐身。
我总是蓄势待发。哎、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酒神不在。酒神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酒神这个状态真的不想在。完美，完美！我操！靠谱。都得死，都得死。这也得死。开始战争的蹂躏。哇，差一点就死了。滚开！好样的，平民！好样的，平民！给我跪下！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跪下 ！Knees。国王起驾。拿来给我！不要怕！我不是特别想上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哎，兄弟。啊，这戏也做的，哎，他们全家眼都被我插了。什么情况？哎。啊。节奏不对。哎，我没死啊！我操，我以为我死了，买遗产去了。感觉可以打。哦。哎，有真叶，我操，疯了。哇，这一刀能追吗？能追吗？有大追，再追，肯定可以追。听命于我。你杀了。啊！驾崩了。在你的坟墓上挂了一个深红花圈。这个火枪我得带粉针对他。你死了，大叔已经。哎呦，有真人！对，火枪、啊，火枪引刀、啊。十五级了，这货。这两个死全家眼。装进药桶。我操，这么跳！啊，过分了。这人特别过分。哎，不出一张也可以传血啊。对啊，哎，把这个一塔拿了吧，好膈应啊！可疑的举动，我无处不在。给我屈服。给我屈服！无论如何，我操，被捆住了，我想跳火枪了。我想跳火枪，就被捆住了。开悟了，怎么？我无处不在。26秒大，没法上的。不要怕。粉，你有粉啊、哦！我有粉。好、啊，忘了，不好意思。谁是这里的王者？啊！我操，3秒有的。3秒，坚持住了。啊！哎，坚持住了。中塔需要支援，我还要再被攻击。我操！我刚才放了火枪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，夜野建筑全面加固。节奏不对了，火枪成精了。我操！这货成精了。好脏，好脏！好像玩出事故来了。啊！我们等大把中路这一塔拿了吧！我操，这一塔太碍事了。刚才就是拿一塔，他们先集合了。他们这个阵容打团厉害。火枪巨魔还有潮汐，我以为我们已经碾压了，我把眼都做到这两边位置，没想到这一塔都拿不掉，我操！雪崩，刷他妈的，这把要打后期了。
23分钟引爆漩涡了。没事，沉默，沉默，转合我来做事业就行。开始战争的蹂躏。现在转合是不是有点晚？一剑一致。不晚不晚。还不遵旨？国王起驾。我准许你倒下了吗？你们能杀火枪自己带走啊？滚开！早已不是皇子。超级踢了。火枪不就稍微刷个电锤。不想支持我。啊！别打吧。中路没看，被强行开团了。我无处不在。都来了也没用，炸了。有眼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这边有他们眼。这是你的光荣。Godlike。好。好的，你不错。跑啊跑啊跑啊跑！啊，要跑了吗？我总是蓄势待发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靠，我的补刀斧又卖了，你第二次买的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这对面的这个刚正脸好猛啊！好心跳了，酱油酱不住了。国王起驾。我可以站，但是大团，大团好厉害。哎，这塔可以守，曹心没到。全面加固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灵魂们，你们的大地在此。我去杀这个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乖乖接受审判。里面有一个。听你建议。我能留一个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打不打断啊？哎，可以打。我号令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把你变成灵魂。左边翻译。灵魂无处不在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无处不在。沉默智力高，打得快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一决胜负。你们拿，你们拿，沉默，沉默拿，电魂拿，电魂拿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。我出来了，锤到了，锤到了，粉，看不到他，哎，死了 ，nice， 哎，打过了，结果有盾的，哎，这个，哎，九神你没蓝了，我千里捏腿，智力腿。谁是这里的王者？跳走。哎，一下把我说虚了。这是你的光荣。家里人叫我可疑的举动。这塔满血。他不能说可以修。这大树修的。帝王之力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无论如何，你挡着我了。咱们给我 A 战。开始战争的蹂躏。来，一决高下。休想指使我！给我屈服！你们多刷点，这阵容我后期最多就一个强袭大晕，感觉要被火枪玩死。就是你只要把火枪切了就行了。拜见！
就中路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哎，跳！哎，巨人，跳不出来的，我跳过的。哎，我跳。哎，帮他输血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小心有大的。那别打了。跑啊！天火，你还有大吗？还有盾吗？走吧走吧走吧。没有了没有了。啊！小心有大的，上不去啊。差距没大了，差距没大了。nice 跳。走了走了，哇！他跳刀，是是。雪峰塔需要支援，靠！散弹碎片，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阵容拖延了，这阵容电魂要出 BKB 才能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切到火枪。我刚才是杀大树去了，已经失守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，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十秒活，我有大，我活了，我有大的。操，这就被破一路。我方中路兵营需要支援。我踢出来了。啊！我方中路兵营已经失守。有大有大。别这样。天辉信使已被击杀。你看我，我被点了。可能是。建议不错。这就被破了一路，我操！你已丧命，开始战争的蹂躏。过去了。你在害怕什么？这是你的光荣。可以跳，能回头点了我一个灯。跪下。这边有眼睛噻。嗯。我们下波团怎么打？你们刷 BKB 吧，等你们刷了 BKB 才能打，不然打不过。BKB 还有个老树捆。可疑的举动。就算我是吓唬人又如何？听你建议，冥魂无处不在。哎，你们先买个眼，我差150 A 张。买了。你挡着我了。这把感觉输了要带好多分。我无处不在。输不了。服从冥魂大帝的统治。我建议别去救他，救他就开团，我们就好好打团。冥魂们，你们的大帝在此。这视野都黑了，不知道他多少人啊？你小心死了啊！你隐身。给我屈服。父王 BKB。哎，有真眼和粉的。无论如何。嘿，捏脚！现在视野做不出去啊，拿个幽鬼就好了。这火枪，其他找不到他。快给我行礼！不该出这个引刀的，开始以为碾压了，瞎逼玩，我操！我总是蓄势待发。谁是这里的王者？刷了。听命于我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意见一致。火枪、大电、双刀、引刀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总是蓄势待发。建议不错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要不开个舞团一波？走回家打泰坦，把火枪或者巨魔秒了。买火枪，巨魔没装备的了，他跑了。给我屈服！他也是。哎，在在在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，完全可以打。谁敢看冥魂眼？我是传奇。那真的。我是吓唬人又如何？好，火枪要来了。走走走走走。我号令，要冲穿去。在血雾中沉默。
帝主宰全场。玩一下我家。我操！这是他所有的真是个蠢材。哎，你跑了？我这边刚被他追着怼。谁啊？那。失去了我的刀锋。我可以买了有的。这一次要让他们鬼哭了。能买吗？你们？买不了。听你建议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都买不了啊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冥魂们，你们的大计在此。我方中路兵营需要支援。琐碎的供奉。我方上路兵营已经失守。我方中路兵营已经失守。可疑的举动，还没有就绪，开始战争的蹂躏。休想指使我！拜见冥魂。还能打，还能打。哎，我们这里一把 BKB 都没有，打不了这边。冥魂无处不在。你挡着我了。瞬间国王起驾。国王起驾。谁是这里的王者？休想指使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，感觉我必须要跳上去了，要不等一下，等一下 WD。拜见冥魂！有人向我行刺，快拜见大帝！操！天的痛苦，我沉到了最深间。我操，他跑得好快！他怎么跑那么快？急了！我方中塔，哎呦，我的哥，我的哥，这估计要掉个四五十分吧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，我方遗迹需要支援。我操，他还黑你！我操！天辉获胜。还有谁的统治比这更短？一把回到解放前了。关键就是刃甲要早点出。前期那么顺，出个梅肯稳赢了。我靠，骷髅王出梅肯都来了。上洗手间。
实刚才局我打的还行。我们总体轻敌了。我这个英雄打成这样差不多，有一波跳一锤他以后粉没粉，毕竟是天梯，像我们前期有优势还是该刷着打，打装备优势，再打 PK 没什么意义。哎，对面好像蛮厉害的，好像是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。请挑选英雄。请挑选英雄。今天好像一盘辅助没玩过吧？请挑选英雄。军令大大，给我选个虚空吧，要不？或者你选一个，选一个烈士路的。真是太黑狙击，分数都算得刚刚好。这种局虚空非常好。有个巨魔党能单杀人，还能帮女王定位。好，开战准备。这个兵龙靠你们制裁了，专门选出来打巨魔。你们这些巨魔草，这局十拿九稳。向前。
都没卖，我其他都卖吗？卖不了。中路要限远吗？中路。嗯，你买个远吗？然后让那个白牛给你养吃住，你们俩反正走上嘛。嗯，好像好了，好像好了。操，刚你妈大姚在那里下片了，好像。恶魔的步伐。哦，好的。哎，我操，我操，又卡住了，又卡住了，雪崩。啊。哦，绝对没问题。快出了，跟吃住。那晚上再下，睡觉的时候挂机下。不了，他妈的，这个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先退了。啊。这莫名其妙突然就是我点个地方，他过两秒钟才过去。你们基地都这样吗？还就你这样？你问问他们卡不卡吗？江天也很卡，江天说他现在两百多的 P， 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谁迅雷开了吗？我去看一下他们电脑看看。哎呦，那是对面认识我，会等你的。就我一组吃素，我操，报警啊！还有你的一组大红。我还帮你买了个小蓝，贴不贴心？你刚拼一下，好了吗？30秒后战斗开始。搜寻中。哎，快出来！彻底崩了，我先秒了。啊，你秒了，我们要扣分的吧？锁与地狱，应该不可以，应该不可以。现实之间。真的吗 ？First blood， 战争给出。正好可以开始了。一血了就要扣分了，真的吗？我来检查一下，真的扣了。这人好坑。超级不喜欢这个纽约，他密我，他挺好，打得挺好的。
先不吃。好好打一看。就我们前两天上分小分队打的分一下子就没了。大优浪45分，延迟秒25分。那盘也没什么大优，人头领先确实很多，阵容打架打团没他们好打。应该能拍到他们，好大一盘，一会儿再吃饭。是凶手，读进来就完啊。怎么了？冷神为啥秒啊？对面刚刚有人说他了。你看名字都改了。我们劝退他。
怕幻象神魔。哦，我错过了什么？谢谢你，给我护甲的钱。哎，对面不是说劝退吗？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，请挑选英雄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，请挑选英雄。还剩十秒，别拿黑弦了吧，军团烈士路，来个长手的。请挑选英雄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，
展翅翱翔。俯冲进战场。当然。注意侦察。好的，正在飞。哎，给你个眼，给你个眼。30秒后战斗开始。你要强势点制裁他一下。我在翱翔。上风啊！我在滑行。我吃下不去。图谋不轨。我很愤怒。给我吧。征战号角响彻全场。从我的给他两个，给92个数啊。我自己卖了。你把我卡下兵啊。迅捷的。向前冲。开始吧。我有皮质的翅膀。向前，鲜美的毒液，当然，我的飞行肌肉变紧，我有皮质的翅膀，我在翱翔。滑行，注意侦察，我的毒牙更锐利了。俯冲进战场，感受灼烧吧，图谋不轨。灼烧还是差那么一点，我的毒牙浸泡在毒液中许久了。好的，还不够，正在飞。哈哈，父王品种的一战在延伸。迅捷的，我愤怒，我在滑行，向前，进入我的射程。绝佳位置，向前冲！毒液泄露了。我的确受不了傻瓜。帮我把魔棒带出来，蛋蛋。我很愤怒。哦，俯冲！我有皮质的翅膀。没有。迅捷的。
攻击，我要飞得更高，向前冲。我要毒瞎你的双眼。我靠，好强，算了。进攻，我在熬他，有毒哦，花心，继续升级了，进战场。操，这帮人怎么这么强？好的，我方上塔需要你看一下。上向前，说到给我。云顺，当然，永别了，我在花心。哎，往前走，他 B C D 很长的，看到。正在飞。知道。图谋不轨，注意侦查。是的。啊，打不过，起来。一声在飞。你啥呢？我很愤怒。敲他正面。嗯。我在翱翔。俯冲进战场，图谋不轨，甜美的毒液。烈鸟吧，我们买个地图。反哺，我有皮质的翅膀。写自己局。对对。迅捷的。高级自然，花心，你没记住安全词吗？我操，这他妈本刀呢？感觉走就行了，就算别吼着，我想杀人。我从死亡的枷锁中逃出来了，向前，注意侦查，我在花心。小白老师溜出来，应该毒女王的，毒到土猫了。向前冲毒王。好的，当然，正在飞，当然，紧贴着向前冲。图谋不轨，走走走走，我在花心。哦，俯冲，我毒液的毒性增强了，迅捷的，好的。攻击！上路走，女王控上浮了。注意侦查。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嗯。我在翱翔。怎么切出去了？
这个我去不了。旋风，向前！这帮逼，没事，慢慢来啊。咱们西装加普王前期线上优势很正常。他有个土猫，一般中路早被我打崩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花形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进入我的射程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俯冲进战场。他在打野，他防在打野。感受灼烧吧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向前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有钱烧了。只要摇身一口。有跳了没？有毒。不用跳，不用跳。快打僵尸了！我帮你把，我帮你把没了，没了。知道。我操，这英雄真是个傻逼啊！我很愤怒，快速死亡，正在飞。操！老给他拿这种符。俯冲进战场。花形。杀了算不还想了下吧。图谋不轨。我要毒瞎你的双眼。迅捷的。啊，心疼。当然。这边又有大好的。女王踢了，注意。他刚刚才能大杀的我。人生在世，总好过黯然。准备好了。向前冲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他没蓝，他没蓝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仇的，我在翱翔。蛋蛋，你买点眼嘛，别让女王游到太多人。注意侦查，我救不了。没呀，你都被买光了。不贵，不好的。去下了，去下了。我在翱翔。去下了。向前，正在飞。我很愤怒。我视野做的挺好的，没办法，他们前期的阵容太牛了。向前冲！进攻！我有皮质的翅膀。操！注意侦查。下路有个小的，在这儿看，妈的，很大的，不好抓。他就一个人啊。有毒，可以去。叫军团的，好的。我来说啊，我他妈还下去攻了，你们打不过的时候就该在下路找我的。
应该上都打不过了。来中盾我。进入我的射程。我感觉蹲不住。可以，我还算肉。俯冲进战场。攻击。就下站吧，对吧？我蹲。是狼人。死亡跳了的，肯定要找节奏。加腿再运行。我应该出秒了。你反应是呀。斩首灼兽吧。哎，你拿假腿快拿。我怎么拿？他把我吼断了，我怎么拿？那你别让鸡死了。我俩刚运在这，他还过来吼断我。毒牙浸泡在毒液中许久了。大家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我的心。快速死亡，毒雾灼烧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我能踢个，我在翱翔，你给他吼你吗？向前冲，我先被秒了，有土毛，当然。在这一块，在这一块。注意侦查，还我性命。正在飞，感觉不到我的塔子的好处。他妈开五关了。你刚才说过要我挺下吗？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等一下，我要回家拿装备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能守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守，你们直接踢火了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